编号一的李庆峰，你觉得来参加这个比赛学到些什么？三样很重要的课程，第一，怎样把歌曲唱好，对，第二，温馨支持者来、朋友鼓励，然后第三是一个得福的机会、难得的机会。好，李庆峰的朋友，我们把他的歌唱批评到一文不值，刺激到他发奋练歌。今晚一定一鸣惊人。哇，掌声给他鼓励一下。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，等到春夏秋冬都到了，难道还不够？其实是因为我的心有一个缺口，等待拿走的人把它还给我。每个人都在说这种爱情没有结果，我也知道你永远都不能够爱我，其实我只是希望你有时想一想我，你却已经渐渐什么都不再说。睡不着的时候会不会有人陪着我，我难过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安慰我，我想说话的时候会不会有人了解我，我忘不了你的时候你会不会来疼我，你知不知道，知不知道我等到花也谢了，你知不知道，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也谢了。每个人都在说这种爱情没有结果，我也知道你永远都不能够爱我，其实我只是希望你有时想一想我，你却已经渐渐什么都不再说。睡不着的时候会不会有我等到花儿也谢了，也是歌词特别多的歌。对对对。我是觉得他只是咬字要注意 ，maybe 他是真的音效深，不过他很 classical 的感觉，而且他很用功的在听，因为他音乐进是很难进来的，开始的时候他有一点干，慢慢就越来越好了，不错，加油。谢谢。这首歌其实不容易唱，尤其第一段。
要掌控的非常的准确，所以你掌控的不是很好，一开始的时候掌握的进门也不是很准，在继续练唱的当中你的气开始掌握比较稳了。我觉得虽然你偏向就是唱很多密密麻麻的歌词的歌曲，可是清晰度还是有，我都听得每一个字都听得很清楚，我觉得你整个表现算是非常的稳健。谢谢。音准的控制也不错。谢谢。加油。比赛选歌，如果你选那个字多，你的记性要很好。我很高兴因为你没有唱错字。谢谢。很好。然后呢，台风方面吧都不错，除了背向我们，你可以摆一个 pose 侧面。对，就是侧面啊。加油加油。谢谢。我想啊，你一定受了贝多芬的影响，以为背向观众就会多分了。对呀。如果你唱这些 free tempo 的歌哦，你要很熟很熟，能够把握住它这个自由版。你把握不到的话哦，你就吃亏了。但是还好，你台风很稳健，而且你越唱越进入的状况，以后选歌要多加注意啊！加油！好，谢谢林夏老师，谢谢李庆峰，谢谢李庆峰。哇哦，欢迎回来《斗歌精艺》大决赛的节目现场。哎，成绩已经在我手上了。哇，好紧张，好紧张！我可以偷瞄一下？不用偷瞄了，拿去看。哦，对哦，我忘了是主持人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请到我们的颁奖人，新传媒华文综艺节目制作部的副总裁李怡文先生上来，我们要先颁季军。是，季军就是严浩。严浩，严浩哈，严浩二，严浩二，蔡金英，哇，来讲，恭喜蔡金英啊。OK， 我们要颁亚军了哈。亚军就是编号，编号几号？几号？编号六，李子怡。哇！遇到你是我的缘。是的，我们黄金年华的偶像啊！哇，我们的偶像歌手。他可以获得2000元的现金，恭喜恭喜！还有水晶讲座一个。那刚才的蔡金英可以获得1000元现金，他说换成马币就2000多了哦。还有水晶奖座一个，是的，冠军可以获得3000元现金以及水晶奖座一个。冠军是谁？是谁？几号？几号？几号？ OK， 冠军就是编号，编号，编号一，李庆峰。哇，花也谢了，你不必等到花也谢了，恭喜李庆峰，恭喜恭喜。那么其他三位也表现非常出色，这是我们这一次大决赛的优胜奖的得主。首先是编号三吴荣生，迟来的爱，也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他们的表现也不错。编号四赖美英，黄昏放牛，是的，恭喜恭喜。接下来是编号五的郑义清，可爱的马。他们三位各个获得现金500元以及水晶奖座一个。再次的给他们掌声恭喜好不好？哇、wow, 谢谢李怡文先生，谢谢我们的颁奖人，谢谢。我们来访问一下冠军李庆峰。wow, 感谢所有评判的宝贵的意见和批评，我真的学得非常非常的错，在课室里是学不到的。谢谢我每一个支持者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我们新出炉的冠军李庆峰，再次给他最热烈最热烈掌声。哇、wow, 恭喜李庆峰。当然。